车取车的地方很多人，对，所以其实你们根本租车不用那么早。这个没有办法一头鸟吗？没办法，怎么办？你来交给我。好，来来，你先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有重量。哦，我的面包。我们的两位贵宾到了。老板好。老板好，老板。美国的运河在这里。嗨，午安，对，午安。我们来到 LA 市中心的 Central Market， 我们刚刚进去看了一眼，我们两个都好多食物哦，而且很干净，然后环境真的弄得很舒服。没错，所以我马上来，我要去拿麦克风，因为里面太吵。对，里面那个音乐放得很大声。好，点它。它是吃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。汉堡。哦，真的？好啊。去买的时候。那今天他出门的时候说要吃健康一点。对。结果自己挑了一个汉堡。笑死！因为让我没得选。这 friend 说很好吃啊。没得选，那我只好挑一个沙拉。帮我看那些 taco 的时候，我觉得哇 ，taco 那间排很多人，真的很过分，好喝的，还可以，过分。我就只能买全部都是菜。我刚看那个角落有一家甜甜圈，排超多人。哦，对，你有看到？那里面都是糖霜，哇，天哪，甜死。这个是不是在哪里吃过？韩国吗？为什么感觉似曾相识？对对 ，Deja Vu。哇，可以这样直接搬出来。先让我看。我还加了那个洛梨。没有生菜。稍微再健康一点。没有生菜，洛梨也是油。啊，这个没有办法一口咬吗？没办法，怎么办？你来交给我。好，来来，你先。有，你可以。Got it。怎么样？都是培根哦。有肉吧？没有肉吗？没有问他哪一个是最有名的、啊。那都培根哎。真的、哦？那还不错，是蛋，但是有点湿湿的。哦，不是那种全熟的那种。对对对，不是麦当劳那种全熟。所以这家店的蛋的味道是真的很香，对，蛮香的。哦。特别的地方在这边。看你吃，我也想吃了。培根好酥哦。这个，好好吃哦！但培根真的有点多哎。不会，对我来讲不会。嗯、你爱培根，对。For your health. For your health. 但。Eat well. But it's not health. For your moon. 我要来吃了。刚吃那个沙拉太 heavy 了，酱太多，沙拉酱无敌多哎，不好吃，太多了，前面一口可能还可以，后面真的没办法。大家想要吃清爽一点，记得加酱另外一放，对，好不好？这边的人吃法跟我们不太一样，不同习惯。好，我要去吃点清爽的东西。好好，还有一个 healthy shake， 来 shake 一下 ，shake。Check your body。结果我们吃饱饭来干嘛？你看对面的一个接驳的上下坡的小火车，感觉可以搭一下，还会啷啷响。哎，要坐一个比较会车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来看一下对面。干嘛吗？去哪吗？没有。对，那就很可爱。然后刚好又发车了，很快。立马上来。上来了，我们下去吧。上来要1块美金。
对，下去再一块面，非常过分，他是上来之后才收。对，所以以为是免费的，笑死了。这个蛮漂亮的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嗯、啊。市中心的感觉，这边。对啊。超多大楼，对。嗯。帅哦。有哦。有。而且很厉害耶，他戴帽子不会掉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来到比佛利山庄一个提花的地方，没错，蛮好拍照的哟，蛮好拍的，对，感觉就是每次都还可以过来走一走，然后看一些新的东西，嗯，因为这边的人真的看起来都有打扮过，有打扮过，然后就是一些观光客，观光客，对，像我们，像我们，对。那个臭观光客。然后他们都会香香的，对。对。对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来逛逛吧。第一个精品，精品矿泉水，水晶牌的，多少钱一瓶？5块钱。5块钱，因为它快渴死了，所以一点都不贵。昨天逛得太开心了，直接跳到隔天了。然后你看，直接睡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然后我们今天租了另外一台车子。大车又换车了，好爽哦！对，因为今天要接我们的贵宾，对，今天当司机。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后座，第一人坐的，老板坐这边，然后车，对，行李箱还可以放很满。然后这一次我就是用那个 rental car 去租的，对。然后他那个洛杉矶机场超多人，租车取车的地方很多人。对，所以其实你们根本租车不用那么早，就是比如说我大概4点可以到的话，我就跟车子约4点，其实不用，因为你这样子只要还车就要4点还，其实可以往后挪2个小时，我没差，因为大概排队要弄1个小时。对，所以你可以真的晚一点，那你租的话可以租小一点点、便宜一点的车都没关系，因为到现场，他还会给你用各种方式去push你升级车、加钱升级啊，换好一点的车啊，然后用比较新一点的啊等等的。然后刚才就跟他稍微议价了一下，就那后来给我们算比较便宜，然后一点折扣，所以只要每天加一点，不到1000块，然后就换这种比较大型的，升级了有没有？对。所以我们大家坐得很舒服。就是一个搞很久的经验换来的经验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在饭店整理，然后他大概去了3个小时有吧？因为我要先去还车，对，还前面那台，然后再租车。今天真的是 long day， long day， 对。等一下就好好的去吃个东西休息一下，对，去 mall 逛一下，因为现在太阳真的太大了。对对对，正中午真的不适合跑太远。没错。哇，满满的，看起来很好吃耶，自己端去草皮上面吃，开动喽！开动喽！先吃个香菇。哎、欸，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厉害，很会找哎、欸。好好吃哎！这样子加饮料，27.8，因为我们看到什么就想加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是有重量的哦，我的面包。是有重量的哦，我的面包。少了面包，少了3块钱。没关系，我还是要吃。这地方是好像是新开的，对不对？感觉啦，感觉蛮新的。蛮新的。那离机场也不近，好像10来分钟吧，1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那刚好我们就现在有那种垃圾时间，就很适合来这边放松。走一走哈。对，我觉得真的很新啊。然后最近的天气真的也很刚好。来来，再多看一下。棕榈树。对，很舒服。再多看一下，你还加了哪些？这怎么点？好啊。这怎么点？它这个就是
下面会先让你挑几样沙拉，绿色生菜，然后接下来它就一区一区很多，剁梨啊，番茄啊，嗯，不错，而且味道那香菇好吃哎。对啊，香菇好吃哎，试试看鸡肉。不错不错。嗯，好吃。我们的两位贵宾到了。老板好，老板好，老板坐得很舒服哦。老板好，苏，老板，还有 Denise。那带两位老板先去那个Santa Monica 那边喝点小酒，然后吃个晚餐好吗？对，刚已经喂他们放好心。Enjoy your night， 有没有那个准备湿毛巾？快点，湿毛巾。小姐，准备湿毛巾。哎呀，惨了，我们没准备水。酒呢？湿毛巾。哎呀，准备不周。好，赶快去买。超多人的。现在刚好准备要夕阳，看夕阳的时间。那我们的老板们在拍照哦，真的，我们就是要下来，等一下下来喝一杯啊。耶，到 Santa Monica 咯。耶，很美，很美啊。这边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放松的地方，真的。然后一进来的心情大好。现在的第一站六六，六六的终点。哎，嗨！今天是我们接到朋友的第二天，第二天，对。那早上已经狂拍了。狂拍，为了那台车。对，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什么车。然后现在在中场休息一下，才刚开始分享给大家我们等一下行程。刚拍太热了，那我们在天气吃个这个吃热冰，对对对，在台湾都不太吃，来这边吃这个蛮对味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等一下会去威尼斯海滩，然后给你们分享到整个我们今天开的车，好吧？又不一样了。好，差不多准备来出发嘞。开到现在的感想什么，老公？我想要换一台车，换昨天那台大的，舒服。因为他说这个方向盘真的很硬。对，我连关个窗我都累。对啊，要窗。他下车都下不了。这真的只能拍美照哎，这台车。好玩啊，玩一天真的蛮值得的。开静静的就可以。对。哎，你们后面有个小窗也可以开哦。哦，对，这边。然后就可以。对，可以去。这个，这也太酷了。那我这个也可以了。对，你们就可以手放转一下。真的很 old school 哎。这台车是1966年的车。哇，已经六十几岁了。是我们的爷爷。好 old school。对，很可爱。我跟你们说，不用去到威尼斯了，在美国也看得到这个运河。美国的运河在这里，超美的。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来耶，在 Venice Beach 的，就是附近而已。我觉得在那里，这一家人的家具也太美了吧！你看整个摆设。对，这个是一个给人家参观的房子，是不是？它上面还有一个人，那个游泳，对，要跳水的样子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好啊！还有什么形容词形容一下？缤纷哦，缤纷！我看这边住运河旁边的都有小船呢。
开走了吗？他到底能开去哪里？邻居家。漂亮。好 chill 哦，住在这里，超舒服。然后现在西晒。耶！我们去哪吃呢？去越吃越饿的地方。你们越饿，我不会。我们又再来一次 Venice Beach 这里。然后到同一个地方。对，带两位贵宾来。Enjoy。Enjoy。哎呀，今天比较没有猛男了，怎么办？老公脱衣服了，脱衣服。猛男在这里。我要去打拳了，打拳了。对啊，这是鸡柳条跟薯条。嗯。Jalapeno。他们家 cheese 耶，它皮比较厚一点点。你有吃了吗？还没。里面是辣椒的吗？嗯，墨西哥辣椒。但是辣椒不辣。是不辣的吗？嗯。嗯，好厚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三位肌肉女要上场了。我六点钟都收不到。很辣，我上不去。是不是很热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抱你，抱你。来上。等一下，很难，对不对？根本就是。来，帮你丢零钱，丢零钱，哦，要表演的。表演啊！要表演。Come on！ 来哦，有，超难的，他后空翻蛮难的感觉。哎，这小孩太厉害了，很厉害耶！